这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这什么呀？这好像是红毛球，我看看，是个小熊啊，现在怎么吃不到吧？哇塞，这个狗熊也太可爱了吧！那么今天咱们就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像视频当中一样冰出那么可爱的狗熊。它这个很有弹性啊，能拉这么长。哎，这玩意儿原来我买过好几个，原来是这么用的。它这个东西呢是食品级的硅胶啊，所以说比较安全。OK， 明天见。Later。弄好了，我们来脱个膜。我去，哎，你们看这个狗熊，太可爱了吧！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好想给它捏碎，给它泡个澡吧。来上一口，哎，这个真不错啊，推荐。